由宇峻奥丁所研发的《傲世三国》，描述东汉末年天火降临，导致乱世再起。玩家所扮演拥有平衡天火力量的引路者，就成了各大势力争相抢夺的目标。我们要招募三国名将来组成队伍，挑战一道道的关卡。而华丽的 3D 战斗则是游戏的另外一大卖点。从关羽、赵云等名将，一直到小兵杂鱼等等，人人都有精彩的演出哦。除了主线剧情之外，还有丰富的名将列传，让玩家可以更了解他们的故事哦。